今天看的这套房子位于休斯顿的 Full 社区，是一套旋转楼梯轻奢现代风的新房，并且它坐落在一个内环区域，比较安静。房子是2024年建的，四个卧室，三个半洗手间，两车库。具体的房源信息都会在视频中标注，房子到各个学校和超市的距离也会在视频的最后标出。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，欢迎联系积极休斯顿地产团队，我们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左下方，打我们的电话或微信联系我们吧。今日一起看看这套房子。